是国家建设，我们要支持一些，国家建设要支持的吧？哎，我们自个比较保守，侬搿青菜对伐？一定青菜来香。五个，我们要去掉。搿么哪趟动迁搿满意勿啦？动迁。啊，㑚算几个平方啦？搿套房子？五几套房子，五交代我得弄了。80个平方。哎，交易来补充90个，一般还90个对吧？啊，是补啊，得80个平方。侬最后赔偿多少钞票啦？赔偿嘛？啊，赔偿连叫装修，连那面水，还有些各种水门厅。哦，侪要包括了里向的。都弄了六十万呢。以前我问了，买不拿东西是2500一个平方房子。啊啊啊！嗯，好买几套啦？两套啊，两套加起来几个平方了？也两套才160，160还有五块六三。哦，就补助拿面积的。那屋里向几个人家蹲了呀？我4个人啦。哦，4个人。孙子、媳妇、儿子，我4个人啦。哦。天天让吵着嘞，新鲜了，吵着嘞，吵不了。嗯，侬多少岁数啊？你干啥嘛？侬多少岁数？我讲。哦，我多少多岁数啊？啊。78岁。啊。哦，搿个是搿位阿姨是邻居是？嗯。啊，那屋里向动迁了？16人。侬勿辣伊辣南边，哦，侬南面，辣南面，侬希望动勿啦，还是讲勿动最好？我动啊，我动勿。侬勿想动对伐？啊，但梦又差勿多还蛮好嘛。不过侬勿动闲话，侬问他乘地铁蛮方便呀，对伐？侬问他到市区去。两样菜，嗯，搿么侬580个平方拨侬名字姓，对伐？甚至已经65岁了，对伐？嗯。搿么我老太婆拨我60个平方，对伐？嗯。搿么拨侬们。我给你炒炒嘛，一个闹个小套，两个就给怎么拿得了？啊，讲不通个，说不个，哎，讲不通对吧？哎，讲不通，讲没办法，没得办法，后来没得办法了，没得办法，他还能想。后来我结果呢，我的老头子在想了，对吧？我对我老头子，我对我要先奔了先个名，妻子13年东边，去东海津。嗯哼。妻子13年，嗯，16年5号转是3等公顷。那个房子造了多少年数了呀？基地呢，手指大概要，20-30年。基地呢，没得来得10年了。啊，那是就是老崇明人才是。本地人还本地人。本地人，我看看侬个房子啊，看一下。嗯。哦。搿房子，我的房子是被贴了漆黑的，喏，伊都搿趟拆，他搿趟没便宜了。哦，那搿趟是几号要搬了？马上要搬了。哎，两三天，来三月了。两三天就要搬了。也要高钥匙。哦，就要高钥匙了。哎，我们搿趟也够他们。但我看其他房子已经辣拆了。拆了，现在拆了，侪去了老快，侪曝光了。跟那搿段辰光，那马上就好搬到商品房去了。搿房子已经有了。商品房已经有了，那一个年五号、年六、年七号那房子，要叫你搬来搬哪里？交房子。那交房子了。哎，交房子，非要叫你交房子。要交多少房？要交半年。半年再住进去。哎，那租房子的钞票不拿不啦？补贴？有啊，肯定有啊。不拿租房子行得了吧？租房子行得了，行得了啊。一趟要叫搬他。对呀，因为叫那搬他们伊拉心定了，好出来呀，对吧？就是那年纪大了呢，搬来搬去有点麻烦，对吧？哎，弄不懂，拿不懂啊！哎，弄不懂。起嘛起来那种心口就痛了，给你。起了心痛啊！心痛，痛了嘞，脚蛮黑。所以国家建设，我们要支持一些。国家建设要支持对吧？哎，我们自个比较保守。侬搿个心态对个。已经匹配了项目。但是支持国家项目对吧？哎。嗯。干嘛也那面的东西商品房，东莞装修了。还要装修了，还要装修，要拆装修。啊，还要弄了房墙，你弄了地面，还要自个贴龙脸了。哦，伊拉装修费没吧？装修费一分刮刮的。啊，帮侬拨㑚个，有补贴个。哎，帮了10号，是不是？